陈冠希陈老师又有新动向了。自从陈老师曝光了他的现任小女友曼苗身材巴掌脸的安哲拉蒙开始，两人的各种信息无不被外界所关注。继两人相识后，不仅牵手逛美国，29号晚间更被媒体拍到了两人摸黑在公园约会，随后去了便利店，两人在门口拉着小手。哎呀，我是你的什么啊？你是我的哎呀，小编不做广告。不知道两人买了什么以后捅回了酒店。自早年艳照门曝光以后，冠希哥哥的身价不仅没跌，反而急速上升。早前微博中大喊想认识汤唯，被拒绝后转向 Maggie Q 表白，大赞其冷艳性感。正当外界纷纷质疑是不是陈老师打算吃回头草时，这位安哲拉蒙成功上位。虽然我们不知道陈老师的新作品何时才能问世，但是小编不得不说，冠希哥哥应该考虑你的终身大事了。有酷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